What？ 双击打开软件，在软件主窗口中，默认打开了三个窗口，分别是 Sound Editor 窗口、FX 制作软件。我们编辑歌曲和音乐主要是在 Sound Editor 窗口里，在 Sound Editor 窗口里，默认有四条音轨。点击左侧 Micro Chat Demo， 打开一个 Demo 进行演示。点击三角形进行播放，再次点击暂停播放。旁边的方框表示停止，此时方标会有。